10年，中国什么最值钱？不要再错过下一个让自己财富增值的风口了。用数据说话，看事实背后的真相。此视频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，认真看完，关注我，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。如果要问在2021年之前什么最值钱，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回答说是房子。确实，房子在过去几十年时间价值就翻了数十倍之多。如果再让我们回到从前，我相信大家勒紧裤腰带都会买一套房子放在那里。但是这世间没有前后眼，更没有后悔药，错过也就错过了。今天我就来总结一下过去，再放眼一下未来，看看在未来十年中国最值钱的又是什么，这样会方便我们在接下来的投资理财，不要让自己一穷再穷了。圈个有用经济，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走势。那首先我们从发展目标上来看，我国2035年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就是让现阶段的4亿中产阶级上升到8亿人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。其次，我们再从发展目标规划上来看一看，未来我国将会大力的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业，像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新能源、5G 技术、区块链技术应用等等。通过以上这两点，我们可以总结出未来十年我国对外的发展目标就是超越，用实力说话，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。对内的发展目标，那就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以往的经济发展规律。2000年，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为 13.46 万亿元，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，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218.67 万亿元。20年时间，货币总量翻了近20倍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是越来越有钱的原因。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，我们都见怪不怪了。我们再来说说这20年间的 GDP 总量。2000年 GDP 为10万亿元，到了2020年 GDP 就达到了 101.59 万亿元。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这20年时间就翻了10倍之多。如果把货币总量和经济总量来做对比的话，2000年这一比值为 1.34， 2020年的时候则为 2.15。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这说明了钱虽然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钱却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。通过以往这20年的经济发展规律，我们可以看出通货膨胀、货币贬值将会一直发生下去。在未来十年，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，货币总量也会越来越多，但同时也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在说完了过去和将来，我们再回归到正题上来，那就是在未来十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？上面我们讲到了，在未来十年货币总量肯定会越来越多，而且还会比 GDP 总量要多。那么这多出来的钱总要找个蓄水池啊，言外之意就是在未来钱能够流向到哪里，哪里就肯定会值钱。那么未来钱到底会流向到哪里呢？想要让钱众向所归，它就必须要具备四个属性。第一个就是它本身的容量就足够要大，能够装下大量的货币。第二个就是它要拥有金融投资的属性。第三个就是它必须是合法合规的。第四个就是它要具有稀缺性，保证物价上涨的速度。那么能具备这四个属性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首先肯定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。也许你会说，你在上面不是说了吗？未来不是要走共同富裕的路线吗？房子怎么可能还会大涨呢？你说的没有错，这也是我在上面做铺垫的原因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房子它具有两个属性，一个是刚需的属性，一个是金融的属性。那未来刚需的房子肯定不会大涨，但是一线城市的房子金融的属性会更强。在面对大城市资源极度稀缺的环境之下，社会本身就不希望人人都能够买得起这个房子，社会只希望把最值钱的房子卖给最有钱的人。其次，优质科技型公司的股权。上面我们说了，未来我国将会大力的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业，所以在未来这些优质的公司都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空间，在未来几十年也将会引领着中国经济的走向。所以在未来十年，这些优质公司的股权最值钱。
我们可以购买他们的股票，成为他们的股东，然后坐享其成。那当然，我们要有慧眼识珠的本领才行啊。那在这里，我不做推荐，只讲方向。未来十年，中国什么东西最值钱呢？你的心中有答案了吗？说说你的想法吧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那今天就分享到。